二郎，我刚和云芝去南市买米，跑了十几家米行，全都售罄了。现在外面还有好多人在打架呢，家中现在算上蔬果，粮食只够3天了。亲娘，如果让你现在跟我离开山东，你愿意吗？我当然愿意。好，那你现在去准备收拾行李，过几天我们便离开山东。二郎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别骗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现在面临一个选择，一旦选错了，很可能威胁到你，以及白丽家所有人的性命。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。我认识的百里二郎，从来都不会瞻前顾后，他只会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，所以我才会嫁给他。二郎，你想做什么，就只管去做，不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。